怎样怎样？好像里面有个穴位。看镜头，不要当脸了。我看这里，怎样？现在怎样？现在怎样？现在怎样？我到底了吗？他不是说一点点吗？你很累啊、哦！我想按摩。你刚才说什么？好想按摩，好想按摩。好啦，那我想按摩是不是？带你去啊，走。啊？啊，你不是吵着要按摩吗？想要按全身按摩。我跟你讲，我今天帮你找的这间哦，绝对让你按个通体舒畅，什么细节给你按到位。而且我找的这间是泰国一个古老的技法，好不好？哦，那听起来应该很厉害的。很猛哦，那我们到了。你说的是这一家吗？对，没错，合力古法抓龙筋。我没有龙，我抓龙筋。你知道抓龙筋是什么吗？就是抓男生下面的。对啊，可是、啊、我没有。这间是有一个独特的技法，叫做抓凤筋。我今天就带你来体验一下。你的意思是说抓女生的吗？对啊。哎、欸，你都被车撞了，白痴哦、喔！回来了，靠腰哦、喔！你等下被狗追哦、喔！回来了！操！哇，好累、喔！哎、欸，小心啊！你现在怎样？快点，不是要吵着按摩？快点啊！我不要抓包啊！不是啊，哎、欸，你那么想按摩，我好不容易帮你瞧到、欸，哎、欸，这个预约都满了，你知道吗？走走走，去按摩，快点！你不要挣扎了，赶快！不是说好全身按摩吗？怎么会变成抓凤筋？我真的是大傻眼耶！好可爱啊，有什么道具啊？这是捶背的吗？这不可能是拿来那个的吧？那也太哈扣了吧！玩这么硬是不是？这应该不是这样用的、哦。刚开始呢，我以为是直接躺下来就直接切入重点抓凤筋这样，但其实不是，就是它前面还有一些全身深度的经脉梳理，就让你先全身先放松一下，等一下比较好进入。凤的巢穴，然后还有搭配熏香精油的按摩，还有火山石跟草药包的按摩。第一步，他拿那个像锤子一样的敲背，把肾都敲敲开。整个人快炸开了，很震哦，好可怕哦！前面应该只是按摩而已啊，痛一点点可以吗？可以 ，OK， 痛啊，不痛。Okay. 现在是 Kimoji 卡，靠腰卡。海参 N 卡，啊？什么？你看，哎、欸，哦，要涂油了。不能摸。精油能把经络活络起来，看起来蛮舒服的。对，是舒服的。哦哦哦哟，现在我感觉像那种叫烤鸡一样，烤鸡先抹油，然后在鸡里面再塞东西这样。这个草药包里面放满很多种泰国那边草药啊，然后让身体吸收一下。那可以问一下师傅，就是按这个对女生有什么好处吗？นวดย้อนนี้คือปรับสมดุลร่างกายทั้งหมด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ทำให้เวลาข้างในเนี่ยมันมีของเสียที่มันตกค้างไว้นานๆมันก็จะขับออกมาโอ้调理月经调理身体我常常手脚冰的然后月经男生会很痛啊，这边帮那个翻译补充一下，就是我后来上网有去查了一下，说这个抓凤筋可以干嘛？那它这边就是呢，它可以用物理的手法调理子宫及卵巢功能，改善女性腰酸背痛、气血堵塞，改善松弛、延缓衰老、排毒祛湿、温宫养颜，增加女性荷尔蒙，调节睡眠品质。那就是有非常多不错的功效，这真的不是业配。然后现在用到热能量石，这叫做所谓暴风雨前的年纪。เราซับเพื่อที่จะเราไม่ซับหมดเราจะเหลือเอาไว้ให้ดูแลผิวพรรณเขาอะน้ำมัน
用看的就觉得很舒服，热热的。刚开始因为不知道抓缝巾到底是怎么样的东西，然后前面就蛮紧张的。但躺下来就是他帮我就是全身按开了之后，然后再用什么草药包热敷了之后，其实身体就真的蛮舒服的，因为热热的啊。但是后面就有点紧张了。平常女生来抓缝巾的多吗？对啊，因为抓缝巾合力啊，第一家做那个的。哦。然后，之前可能没有太多的同事知道，但是体验过后的女生都感觉很好。哑巴。你们在期待什么？现在翻过身了，现在要按正面了，感觉好像准备生小孩的感觉。好可怕哦！没有，现在按肚子而已。教练就跟他说，การนวดท้องเนี่ยเพื่อที่จะให้อวัยวะภายในทั้งหมดนะคะมันตัดสมดุลกับการที่เขาใช้ชีวิตประจำวัน怎样？就很痒。很痒。想笑。丹田，运动丹田。哦，丹田。Yeah， but 丹田 ，I open the 丹田 ，power in inside。哦，后来他把你的，然后把你的力量集中在那边，是不是？然后 power inside。Yeah。Yeah。哦，按完。Yeah。你那个是龟派气功还是那个？你的事业丹田，你的上丹田 ，I open the， 有的弯的，也有的丹田。你可以，你可以正经一点，好不好？我觉得我那个肠胃炎那个血迹要喷出来。真的吗？你的屎要喷出来是不是？不是啊。不然呢？就是那些细菌可能要喷出来。No。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笑了会痛。看你来试试看啊。就是那种感觉，在跨越一条线的话，就是肠胃炎那种痛。啊，真的假的？啊，这个蛮大力的，就感觉那个成年宿便都会被挤出来，被挤压出来。经过全身的经脉调理之后，接着我们的重头戏就来啦。哦，抓缝筋。ที่เวลาเรายืดนวดโยนีนะคะเราใช้น้ำมันมะพร้าวสกัดเย็น 100% ซึ่งเป็นธรรมชาติสูงธรรมชาติ。干净又卫生，干嘛？你现在什么感觉？你现在什么感觉？什么感觉？你要讲啊！啊，他现在按哪里？他现在怎么按？外面的。外面怎样？外面怎样啊？我正式起飞了。什么东西？还把你拨？正式起飞，一直把你打开关起来，还是怎样？错啊！什么表情啊？他在门口游荡，好羞耻！什么鬼啊？好害羞啊！就是他，就是用手，然后好像这样四两拨千斤的感觉吗？就让你感觉到我下面蝴蝶已经要飞起来了。然后呢，接着他会在你的门口，要进去，又好像没有要进去，要进去又出来，然后还会按一些该逼的部分，就是可能会顺便、大腿内侧呢，就是滑该逼这样滑过去。因为他一直在摸你那边啊，所以他是那种涩涩的舒服，还是那种只是那种按摩的舒服？如果换一个人，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单纯是阿嬷的关系。如果是车银优，那可能王嘉尔，那感觉可能就不一样了嘛。那可能就不能播了。你可以好好的躺着感受吗？你不要那边一直笑好不好？那按这个有什么技巧吗？นวดหมดเลยนะคะทุกส่วนของโยนีแล้วก็เพื่อที่จะกดจุดภายในแล้วก็เขี่ยเส้นเอ็นภายในเพื่อที่จะรักษาไปถึงขารักษาไปถึงก้นรักษาไปหลายๆที่เวลาเรานวดด้านในแล้วอ่ะเวลาเราเกี่ยวเอ็นแล้วมันจะวิ่งเล่นอ่ะ然后抓缝筋的完整的疗程就是可能也会进去按摩一下里面的穴道，但我本来是不太想。但是师傅就一直问我说要不要，要不要？他说进去一下下三秒钟，我就想说好吧，三秒钟进去一下下就好。对，他เป็นนิดเดียวเองไม่เป็นไรลองถามเขาดูว่าเขายอมไหมถ้าเขายอมคือเป็นสิ่งที่ดีและเขารู้แล้วร่างกายเขาดีด้วย他说要不要试一下就进去一点里面用一个要不要按一
就几秒。他说进去几秒，一点点，要吗？哦，好吧。好 ，OK。Thank you。Thank you， 他想进去。Thank you。他也想进去。Slowly。Okay, slowly。啊 ，soft。哎。OK。哇！哇！怎样？怎样？它里面有个穴位。看镜头，不要挡脸。我看这里，怎样？现在怎样？现在怎样？现在怎样？哇！到底了吗？它到底了？它不是说一点点吗？OK 怎么了？不舒服？会痛还是怎样？那时候不是说几秒钟就好，然后师傅还说 Thank you， 然后他说只进去一点点吧，但是我的体感的感觉是管到底，管到底，到底喽 ，Hello。会痛还是酸还是怎样？不是痛，就是它一根东西进来。然后咧很奇怪很奇怪、相信师傅好不好，你那个下次月经你就可以看是不是真的有比较顺一点，就第一天然后就包洗直接第一天直接全部喷光直接这样流完一天结束一天结束好像也不错哦，现在整个流汗耶好热，那、现在什么感觉，现在它就是一样在门口啊，门口游荡门口游荡徘徊 OK整体下来，你觉得整个感受如何？没有想过我这辈子会给人家按缝镜，没有想到会有个阿嬷进到你身体里面，然后帮你按里面，然后你还要两脚开开，又跨在他腿上，然后那个氛围就是有点说不出的怪，然后阿嬷在帮你这样摸，就有点诡异的感觉。用一个健康的心态去体验的话，好像就还好。对，但我觉得大家有来泰国的话，都可以去体验看看，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对，那接下来呢？本来我是为了整学妹才带她去的，结果呢，那个师傅帮她用完之后，然后就一直跟翻译说，那还是我也来试一下，我也来，其实叫我也试一下，然后完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要给阿嬷抓。知道吗？然后可是我又盛情难却，然后想说，好吧，都有一个女生这么热情的邀请要摸我的，那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呢？那他前面其实就跟学妹体验的一样，熏香精油的全身按摩啊，火山石的热敷啊，跟一些草药包的推拿这样子。通通很好，通通很好，那通不好。通通。那你超痛对不对？看肚脐上面的超痛，好痛啊！看你拍是什么角度嘛？人家要生了。其他客人也会这样叫吗？你问他一下。如果卖龙翔哦，卖你个龙，超龙肯定。没有人这样子，怎么忍得住啊？给你痛。还好不好？啊，你试一试。啊，他问你感觉怎么样？痛痛很好，因为我们前几天肠胃炎刚好，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肠胃炎刚好关系，他按那边，哇，干，真的超痛的。那可能就是你的问题。好了，那接下来就是抓龙筋的部分了。怪的感觉哦。我痛，感觉哦。好痛哦。推我那个根部的地方。其实师傅一开始的时候，他是用热油，然后在那边拉我，然后这边捏来捏去，你知道吗？然后热热的东西，然后又滑滑的，然后在那边按摩，其实是蛮舒服的。你知道我那时候就有朋友问我说：“那你这样不会想那个吗？有生理反应吗？”就其实啦，如果真的换一个人来的话，真的是会。可是当你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然后看到前面是一个阿嬷的时候，你就不会有欲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就是那种身体觉得很舒服，可是心里又觉得很抗拒的那种很复杂的感觉，你知道吗？没关系啊，你也可以对着他有反应，反正他应该也见怪不怪啊。就是有种心里跨不过去的坎，就是我竟然对一个阿嬷。起来，这个哇，这真的很怪哎，我真的觉得无法接受自己这种样子哎。那先生拉，感觉在拔河的感觉。那先生，这种感觉。红一点点啦。啊，
疼痛很好哦。我的鼻子都湿透了，他是拉我。其实我蛋疼，他拉那个更不那。阿尼库在出外害狂不差呀。哦，可以哦。那你跟他说多按一点，摸摸摸，哎呦，那个肛门跟蛋中间不是有一条筋吗？他这样推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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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第一人称，这第一人称是啥小？女友视角。女友，这不是女友视角，是第一人称视角。师傅在拔河，拉我的大象。想什么啦？其实整个疗程我觉得还算舒服，可是除了有些地方就是按下去是真的是蛮痛，就比如说那个跟中间的那个连接处，然后他这样一直推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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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哦，干真的很酸呢。然后还有那个两颗嘛，然后他捏跟中间的连接处那边按摩那边的时候，哇、哦，也是很酸呢。我已经把那个火山石当那个压力球在捏了，你知道吗？好啦，突然把你骗来体验这个抓凤精，那为了补偿你呢，我等一下直接带你去看猛男，好不好？跟猛男玩一下，怎么样？哎呦，要笑咯，我觉得很可以。